这种可以生吃的三文鱼，它就是553一公斤，最快的就是165。下面这些是可以吃的，就是可以炒着吃的。是里面就是扔那个日钢管吧，这个叫做灯管，然后这里是扔灯泡，绿色灯泡，然后这个就是电池，扔电池的电池，然后在下面呢，这个是扔那些小型的电器，吹风机、电线。这是超市，就是这个是扔日钢管，这是灯泡，然后这是电池，下面这是小电器，是超市。这个是1米秋桃，就是跟大拇指成人大拇指那么大，300块钱一公斤，这一盒是37块，浆果。